这是一个飞向城市化的世纪，拔地而起的建筑如同雨后春笋，为春风化雨的城市装点着诗意的优美和梦幻般的魅力。这是一个驶向城市化的世纪，日新月异的建筑宛若翻墙林立，为乘风破浪的城市谱写着立体抒情诗、固体畅想曲。就在这风光如画的画卷上，蓬勃发展的建筑业成就了万千建筑的鳞次栉比。就在这气势如虹的都市交响中，激情燃烧的羽山红人谱写着万千气象的时代旋律。聚物华之精气，增建筑之神韵，腾飞中的羽山红。企业宗旨以质量为根本，以创新求发展，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做出贡献。企业理念诚信、务实、创新、卓越。人类需要先进的文化，建筑需要艺术和风格。所有生产原材料由码头或者汽运进入厂区堆场内，由装载机将粉煤灰或沙子铲入料斗中，经过皮带计量秤、计量及输送机运送至球磨机进行球磨。球磨后的料浆放置搅拌池内，由扎浆泵运送至储罐内进行储存。生产线每个扬尘点均配备除尘设备进行收尘处理，保证环境不受污染。钢筋圆盘由调直切断机进行调直切断，调直切断后的钢筋由多头电焊机焊接成网片，再由单点悬挂焊机焊制成网笼，然后利用组装框鞍马架进行编组组装，将编组固定好的网笼由摆渡车运送至浸切槽工位，再由浸漆吊机进行防腐液处理及烘干。再由烘干吊机运送至插铅编组工位。再由插铅吊机吊运至指定位置等待插铅。制备好的原料经过扎浆泵及螺管输送机输送，再由电子计量秤精确计量。所有计量都经过控制器自动控制，空模框通过摩擦轮送至摆渡车，由浇筑摆渡车运行至浇筑口等待浇筑。搅拌好的混合料通过升降式浇筑嘴浇筑到空模框内，浇筑好的模框离开浇筑口时，由气泡整理机进行振动整理，去除浇筑时所产生的大气泡。生产气块时由预氧摆渡车运送至预氧窑指定轨道进行恒温预氧，预氧摆渡车由电机驱动，编码器自动定位，且整个过程都有控制器自动控制。生产板材时模框由摩擦轮运送至插铅位置，通过模框定位机构自动定位，然后由插铅吊机进行插铅。
再由玉氧摆渡车运送至玉氧窑指定轨道进行恒温玉氧。模矿里的胚体经过玉氧达到切割要求后，由玉氧摆渡车运送至拔迁位置，然后由拔迁吊具将组装矿连同钢钎拔出。拔迁后的模矿由摩擦轮运送至翻转吊具下进行自动定位。由电机驱动，编码器定位的翻转吊具把定位后的模矿自动吊起，翻转90度后放在第一辆切割小车支座上进行脱模。脱模后的模矿与侧板返回轨道上，经过清理除尘后的侧板进行重新组模，组模后的空模矿由翻转吊具吊运至模矿回程道上进行涂油，等待下一轮浇筑。切割机的第一辆切割小车有4幅电机控制承载坯体，经过水平切割装置进行6面切割，及坯体侧面洗槽、气块、板材。水平切割结束后，切割小车通过4幅电机抑制振动，平稳精确地通过水平切割机再运行至提升切割机。提升切割机将坯体提升横切，横向切割同时小车进行置换。切割完成后，第二辆小车将坯体连同侧板运送至半成品吊具下。半成品吊具将坯体吊运至去废料翻转台上。由翻转台去除上下层废料，切割机切割及翻转台翻转所产生的废料都掉落在废料回收水槽内。当废料达到一定浓度后，再由轧浆泵运送至废料储罐内进行储存。去除废料后的坯体由半成品吊具吊运至经过定位机构定位后蒸羊小车上进行坯体预编组。预编组好的蒸羊小车由摩擦轮运送至编组摆渡车上，由编组摆渡车运送至辅前轨道进行入辅前的编组。整条辅的蒸羊小车编组完成后，由入辅牵引机构进行自动入辅。坯体入辅后，经过抽真空升温恒温排气后，蒸羊成品。
蒸养好的成品由出釜牵引机构自动出釜，再由蒸养小车脱钩机构进行自动脱钩。脱钩后的蒸养小车由牵引机构运送至出釜摆渡车上，出釜摆渡车将蒸养小车运送至蒸养回程线上进行自动定位。拆模吊具将蒸养小车上的成品吊运至掰板机的侧板链条输送线上。再由移动掰板机进行板材与气块的分掰，移动掰板机将成品气块运送至并批机平台上进行分掰。移动掰板机分掰两模完成后，由并批机合并，由双模夹批机将成品运送至链条输送线的托盘上。托盘由托盘发放机自动发放。直接输送至厂区外。由叉车运送至成品堆场，追求卓越，勇创最佳。在这个世界经济腾飞发展的新时代，与山洪公司必将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更加夺目的崭新篇章。